哎，过来过来，来来来，哎呀，小孩子不能宽的啊，要是生了，婴儿为啼哭的啊，恭喜老爷，哎呀，恭喜老爷，生了，哎呀，生我看看，哎，阿妈生下小妹了，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哎，这嘛，夫人看好啊，好，老爷你放心，嗯，刚才怎么没有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啊？ 贵妇千金与众不同，生下来一声不提，一声不提，这可有点奇怪了。老爷，你不必有礼呀。 默默飘香。邻家四代多几个，上天四来君王。哎呀！哎。 公子，今天你妹妹哭了吗？嗯，那笑了吗？嗯，啊，生下来都半个月了，还不提不行。
哎呀，公子，哪只的螃蟹进去？对你妹妹，看她会不会叫出声来？不行，螃蟹会把她吓坏的。要不然你抱她出来，让我对一对，看她会不会笑？那怎么行？她玩那么小。哎，银儿，哎，笑一笑，哎，笑一笑，啊，笑一个嘛，啊，哈哈，哎，妹妹，你快笑一笑，哎呀，笑一笑呀，老爷，嗯，啊，老爷，夫人，哎，啊，贼妈来了，哎，请坐，好，我想你们何时来了？哎，何什么时呀？这次出事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还没听过他哭一声呢，醉妈，这可怎么办呢？夫人，小姐生得这么端庄，是大富大贵之相啊！哎，醉妈呀！你怎么哭了？哎呀，夫人，一棵草一滴露，女儿即便是哑巴你也不必担心啊。妹妹，娘公公跑一跑，跑一跑。哎呀，小孩子跑不动你，来阿爸来跑。嗯，哎呦，哎呦，哈哈，哎呀，女儿来笑一笑啊，醉妈哭一声啊，让你妈妈好放心。嗯，妹妹，你快笑一笑呀。嗯，你见多识广，帮我找个郎中来看看。好，好，我会履行这件事，你放心吧。无事前通。啊，黑心啊，风浪无常真难平，此时有女生美女，美女是黑江阳明，老爷、夫人，有个老道士前来化缘。啊，你送一两银子给他啊。是。今天女儿没有，再送他一些大米。是，夫人。啊，老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和夫人给你的一两银子和一袋大米。啊。什么？你还要别的东西？啊，多谢施主，今天是贵妇小姐满月之日。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啊？啊，正因为是小姐满月，所以老爷和夫人才请你这么多东西呀。啊，多谢施主，贫道要进去当面向施主叩谢呀。哎，老师傅，你不要进去！哎呀，你不要进去！我要请导师呀。不是的，刚才夫人和老爷要我接他一两银子和一袋大米，他不要，哎，非要进去接老爷和夫人啊！哎呀哎呀，出家人怎么突然都无言呢？老爷。老道长要当面向您讨薪。师父好。啊，新闻领恩没有，贫道得来后喜呀。多谢师父，多谢师父。啊，阿芳啊，快进去拿一些米和银两接这位师父。是。施主，你送贫道再多，贫道也背不动啊。
贫道远道而来，就是想看林爱一眼呐。师父，你想见我妹妹？阿妈，阿妈，快把妹妹抱出来！啊，夫人，你看。咦，这位老师傅好面生，抱上何处啊？哈哈哈！哈，贫道来时无归于空，哪有什么宝沙呀？哈哈哈！哈啊，林默，林默，贫道看你来了。师父，你怎么叫我妹妹林默呀？啊，孔子，你万不知道，林尊已给林妹起名为林默呀。哎。是啊是啊，今天早上刚好做尽商量好，女儿就叫林默呀。你们夫妻俩早上才是的死亡话，怎么他就知道了？看来这位师傅是有来历的。师傅，我女儿为我一生下来就不出声，她以为会是娃吗？女施主啊，林爱姐吗？有所因，什么原因啊？三言两语道不清呐、啊，欲问何事可与笑，他看不厌心里明。真的？这妈，快跑去师傅看看。哎。你看看小姐生得多有福相啊。啊，林默，林默，你果然在这儿呀、啊、哎，老爷夫人快来快，小姐对着师傅点点微笑啦。哎呦，哎，他真的小啊。哎呀，林默，林默呀。神医将神中心呀、啊、空，怕到世间受折磨，偏偏只有你解默、啊、父母怎能不敬啊？哦，师父，这是为什么呀？天机不可泄露，他这是能明故。师傅，你要把我妹妹到哪里去呀、啊？师傅，你要把我妹妹到哪里去呀、啊？师傅，好好好。师傅，师傅，师傅，马上上来吧，让他去吧，啊！快点，大家去，快，他究竟想干什么？这个地方很奇怪呢。嗯，这么快，快去，快去，快去！哦，奇怪，奇怪，他们跑哪去了？奇怪呀，什么呀？出了什么事啊？林府千金做模样，请了位老道士。哎呀，生了一个九哑巴，也都掐不出去，我张扬什么？醉妈！醉妈，好的孩子要去哪里呀、啊？啊！我也是长发无常，摸不清对囊嘴。哎呀，快醉醉醉！哈哈哈哈，小林默呀，老衲的来历你心晓。
街门无聊转，千千名马西不辞，凡情必不与天连。林默，你从哪里来呀？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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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要哭啊！哦哦哦！不要哭啊！哎呀，妹妹，不要怕，姑姑在这里。师傅，他会有哭不停。他爸就害难了，就哭个不停啊！他爸就害难，就哭不停。墨儿，哈哈，墨儿啊，哎呀，来来来，哎呀，今天起得那么早啊啊！嗯，姑姑说要早起读唐诗。哦，那你告诉阿爸，能背多少首唐诗啊？阿爸，你说得清多少根胡须吗？阿爸可数不清啊。那女儿也数不清，能背多少首唐诗？墨儿，你可不要催女啊。姑姑，阿妈，你不相信？你问姑姑。阿爸、阿妈，小妹妹的唐诗也比我多得多，记不清有多少岁啦。好、哦，是吗？是呀。小妹。借我的玉女子，你能背吗？哎呀，阿妈，这一岁我没有教过她呀。嗯，靠你把屠夫的吧。姑姑，你别担心，带小妹背给阿爸阿妈听。幼女才6岁，
弟子敲玉座，向你在当间有人拜姓曰。哎，妹妹，你什么时候读过这一首？哎，姑姑，妹妹已把你书架上的唐诗都翻过一遍了。妹妹，你记性真比姑姑好多了。姑姑。墨儿啊，来，阿爸再考考你。阿爸要考什么？杜甫的《毛二尾曲风苏坡歌》，你会吗？《毛二尾曲风苏坡歌》，你儿早就倒背如流。好、哦，那你就背此诗的最后几句，叫阿爸阿妈听听。嗯，闻得广厦千百间。大庇天下万事俱欢颜，风雨不同安世山，呜呼，我是眼前突兀坚持恶，无路突破谁懂此一座。嗯，林小姐，林小姐，是谁找我们家小姐啊？啊，哦，是阿女啊，又要叫我们小姐去坐坐啊。哎呀，去去去，别来添乱了。不是不是，我这位是来请小姐去见我奶奶看病的，她急痛的都下不了床了。啊啊，嘴麻病了，难怪好几天都没有看见她了。阿、啊、女啊，你应该去请郎中看，我们家小姐怎能看病呢？她能她能，我去年被蛇咬伤，就是小姐草药治好的。哎呦，那是汗毛碰着死老鼠碰巧的。阿、啊、女啊，快回去吧。别耽搁了你奶奶的病啊！阿峰，是奶奶叫我来请默娘小姐的。你不要花言巧语了，我知道你是想叫我们小姐去摇橹划船，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哎呀，你们这帮野孩子想带歪我们家小姐，不可能！小姐，小姐，阿妮姑姑，阿妮姑姑，阿香。阿妮姑姑，早睡太了，快到黑炭上找宝鞋去吧。好，我们追。墨儿，来。老杜不负勇冒，一心挂念苍生。恩苦，你用此事要记住，一些救济他虚浮。阿爸，阿爸为女儿洗颠簸，女儿句句记。哥哥是女孩子，要读书赴考，以后做官，为国为民；而你女孩子要知书识礼，在家孝顺父母，将来出嫁孝顺公婆，相夫教子。那，哎呀，墨儿玩笑你，谈什么出嫁呀？不要扯远了，墨儿，到哥哥房间里去读书写字去吧。啊，阿爸要出海巡逻去了。哦。阿爸，女儿要跟阿爸上船出海。哎，女孩子啊，不能上船的。她呀，前几天就偷偷跟阿女上船出海了。啊？哎呀，海上风浪无常，千万不能失足而死呀！阿爸阿妈，女儿是让阿女带
我到教育上采药的。采药？你这么小，知道治什么病，采什么药，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啊，墨儿，在家好好听妈的话啊，不要上船吃海。要是要玩呢，让你哥哥带到山坡上去采些花呀草啊。啊，好啊好啊，哥哥带我到树林里去块鸟巢去。哎呀，哥哥快走啊！哎，好，让他们去吧。都是你惯着儿女，早点回来。鸟巢发现都做得比去年高。妹妹，你对鸟儿这么喜欢，连他们做巢高地你都履行了。哥哥，你说鸟儿在树上做巢，为什么雨的年份低，雨的年份高？这，哥哥，你说呀。鸟儿做巢与人何关？小妹，你不要瞎操这份心，走，
子了阿妈又要责备了。不，姑姑，小妹们与侬明白，绝不委屈。哎，小妹，你。为什么有的年份做得高，有的年份做得低，不一定要弄明白。阿爸妈早就说过了，你小小年纪不该问这些古古怪怪的事。那我们到黑边去问宇温吧。不行不行，时已不早了，光看伟家吧。姑姑，你答应过要到黑边去，小妹作为到黑边不是去玩，是要向宇温请教鸟巢的事。阿爸阿妈一再交代，到黑边戏水太危险，你不要去了，快跟姑姑伟家一起读书写字吧。林无影和他妹妹橘子在那里？去年听你说他们这两位兄妹，我就一直想来探望。苍狼姑姑，林公子素颜的好，林小姐更是聪明，总像橘色八草，能采药治病。这些我早告诉苍狼姑了，还有你说，苍狼姑只怕林副管家不让我们进去，为什么不让我们拜访？老爷夫人担心阿女带小姐去黑上弄草。你再多嘴，我就不让你跟着。哼，我找我娘小姐去。阿女，只要对管家说，我是卷嘴府内的书生，他一定会让我们进门的。阿女啊，你怎么晚的这么晚啊？你奶奶会等着你拿草药回家呢。当说我。你呀、啊，不要贪玩了，你奶奶家同的理。快回家吧，啊！陈郎姑、阿女姑，林公子兄妹不在家。我不委屈，我不委屈。妹妹，快跟我委屈，快追！我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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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老师傅。嘿嘿嘿嘿，怎么不成色了啊？小妹，你某一时就是这位老师傅跑你到他海边的。哦，怪不得好面熟。哈哈哈哈，时间过得真快呀、啊！一转眼，你们两人都长得这么大了。哦，你们为何吵架啊？啊？老师傅，我们兄妹不是吵架，是我不让他到海边去。哦，是小妹妹不听姑姑的话了啊？老师傅，我有一个谜，姑姑解不了，我要到黑边向宇温请教，可是姑姑又不肯。哦，你是不是想问今年的鸟巢为何做得这么低呀？啊？哎呀，是啊是啊，老师傅，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老师傅，请告诉我们吧。哦。去年消了，是啊。早次鸟巢苦佩端，今岁没争，叫风调雨声响。
神呢？小小鸟儿有灵性，比喻什么的神经。老师傅，鸟儿能与之风韵，那我们人能不能呀？是啊，远古神也气势上，观风测雨比鸟灵。真的吗？老师傅说得对，在测农事之前预估草时，那河里的神为什么不能预测啦？河人少里是有着风雨变化啊！哈哈哈哈哈！那你一定要像鸟儿一样纯真，不能有一丝残念哦。老师傅，该怎样才能像鸟儿一样纯真呢？哈哈哈！小姑娘，你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吗？小妹，不要为难老师傅了，老师傅。鸟巢人不生恩见，有谁对此戏太巧，你年纪玩笑心莫切，时机一到时开窍，时开窍。是谁在叫你们？是阿女他们。咦，老师傅怎么转身就消失了？老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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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小姐，公子，公子小姐，卷嘴来客人了，从卷嘴来的。是啊，都是卷嘴镇里居住哥哥来的商人。这位哥哥，你是大学生还是博士生？啊，卷嘴居住各个上人，你也知道？怎么不知道？阿爸常常对我们说，卷嘴这么激动，拒绝各个犯上，各位你呢？我知道卷嘴与红胡子的饭客。我不是大舌人，也不是波斯人，乃是地地道道的卷嘴人。你们就是林公子、林小姐吗？举样举样。公子、小姐，他就是我常说的村长。小姐，我奶奶接通，你看采什么草呀？这看你奶奶去。有兄堂命，早就请阿女说过，欣慰欣慰。去年听阿女说，你年纪轻轻就要赴不错，明媚三十岁就能背诵诗词，小弟不生向往。这次正家父到新化府团亲方宇之际，小弟就特地上美洲来探望。一见面，林妹就领送唐诗相迎，真是名不虚传。好好，哪里哪里，你不要听阿女胡扯，我还没中虚在你，哪有什么疑问？我妹妹虽说能采些草呀，白写诗词，但毕竟年纪小，万望公子多多指教。奇怪奇怪，美洲虽小，却人杰地灵啊。那里卷嘴翻去迎接，格外繁华，令人向往。请公子兄妹也光临鄙夷。公子，阿香，我娘看过嘴妈了吗？看过了，是要村上给她治病。哈哈，阿香，你记错了。哼，谁说我记错了？小姐，你说我有没有记错啊？你没有记错。嘿嘿，我没有记错，不过只记了头一字，万一两字没有记住。
我说的是上气声，不是上。哈哈，来了两个字，也是错。陈老，要起航了，快上船。知道啦。公子、小姐，家父要赶往新华府去了，我不能在此追累，告辞。妹妹，你才往上机上去委屈，我送客人一程。哥哥，以后我们也要去泉州，去看看红胡子、蓝眼睛的访客。嗯。阿妮，阿妮，你找到上机上了吗？天都快要下雨了。没找到呀。遇过鸟巢。看到了，看到了，鸟巢做得那么高，今年不会刮大风了。小姐，里面有几个鸟蛋。不要动鸟巢，不要动鸟巢，我倒下来直接你们去。好好，我摇我摇，我不亲我不亲。阿女，你要是倒鸟巢，我去不亲你呀。哎，不倒真可惜。阿女，阿女，你找到桑吉生了吗？天要落雨了。没找到啊。阿女，你不神神，我上来找。小姐，我来拉你。小姐，哎，小姐，你要小心啊。小姐，小心啊。哎呀，我遭到桑气声了。小鸡，天要落雨了。哎呀，小鸡。Mm-hmm.
小女儿怕事，臣下体统，何况你还是管家小姐。阿福，去家发来。夫人，快去。好。阿妈，你也困到了。小妹不是上日去到鸟窝，是去采芽。采什么芽？她小小年纪懂得什么？采芽看病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乱来不得。夫人，家法在此。哪来？你还替他辩解？都是你这个当哥哥的怪他，害他成了野丫头。你阿妈，这不怪哥哥的事，要怪就怪我，是我把哥哥拉出去的。说话声。跑出去就忘了回家，不不不，都是我的错，妹妹玩笑不能怪他，你们两个都要打。哎、阿妈，我还没有打你，你就叫起来了。阿妈，你不要动，你脖子上有一只风。啊啊！岳夫人，真有一只风啊！啊！哎呦，快快快！哎呦，快拿下来！啊啊！快！哎呦，不能打！哎呦呦呦呦呦！哥哥，哎、快采几朵花来，叫阿妈擦脖子。哎呦呦呦呦呦！好，来来来，夫人，快走，快走下啊！红姨，红姨啊！哎，老爷，你寻芦苇来了啊，老爷！哎，阿福啊，啊，婉儿他们呢？他们被夫人关在书房里，每人各发零十张纸贴。哦，为什么？哎呀，小鸡今天爬到树上去了，差一点摔下来。是这样啊，老爷回来了。夫人，夫人，婉儿他们到底怎么了？
董仁杰这个当父亲的管完了，他们兄妹到林子里去了。我看你念刚才想起，这不正好吗？这个当父亲的呀，就是会当老好人。听说你今天差点从树上摔下来了啊，伤着了没有啊？叫爸爸看看。没有呀。没有？哼，还是没有。听说妈妈打你们了，痛不痛啊？痛啊！啊，痛！叫爸爸看看。你别听他乱说，阿妈是拿着枪法做做样子，并没有打到我们身上呀。哥哥，痛在这里呀，阿爸，痛不痛啊？嗯，痛，痛。哦，哎呀，你这个野丫头呀，鱼啊，不可以再登高爬树，要是摔歪了，阿妈会心痛的，啊。阿爸，今天女儿爬到树上，是为了阿妮她奶奶采芽的。为人采芽虽然好，可也要当心啊，要是摔歪了，阿妈要心痛的。阿爸，你放心，女儿不会做出让你和阿妈伤心的事。嗯，好好好好好，哎，好，红姐，今天就不用谢了，来，到阿爸吃饭去吧。哎，告诉你们，今天阿爸在海上给你们带了许多的大海螺。啊，好，好了，来，来，快走。哎呦，贼妈！阿芳，哎呀，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人老了，白嘴头了。在在在夫人在家吗？夫人，贼妈来了。哦，贼妈来了，听你说。哦，不用了，今日前来，见老爷夫人请安，而来看看默娘小姐。我也见你请安，默娘今天在闺房里约正仙呢。哦，姑娘自个约正仙，听说默娘昨天被夫人痛打一顿。哎。走马呀，一双儿女刺痛我心肝，怎舍得对他们鞠躬痛别，那家法藏银烛天来教训，采草芽一平晚不是闹杂王，我七岁女孩能自身，稍稍十五名官天，昨晚上呀阿父到你家去道歉，请你将那草芽根芽当洒扫。请请请。是啊，夫人一说，老奴就告诉贼妈了。阿福说了，我就叫阿女丢掉了。你丢掉我就放心了。我没有丢掉，藏在稻草堆里。啊，你这个淘气鬼，回去把它当柴烧了吧。哈哈，闻到柴烧早就藏到我奶奶的肚子里去了。什么？你姐姐奶奶喝了？是啊，昨天夜里我痛得不行，忍不住叫阿女拿去见见我喝了。喝了没事吧？奶奶喝了就踩上了，今天一早醒来脚就不痛了。要不是我接好了，怎么追来向你道谢呀？哈哈，这么灵验那是仙丹喽。夫人啊，想不到完成一辈他自愈，又今日
得上门，请你不要这小姐她过真，妙色能为成。夫人，我奶奶说这些人进我娘相之前是鸟蛋吗？不是鸟蛋，不是鸟蛋，是我养的两只老母鸡下的蛋。哦，好，谢谢。嗯，哎，哥哥，哥哥，小贝，哥哥，请你起来。这又是哪位乡亲送来这些你这个神医的？哎呦，哥哥，妹妹除了水果最奶奶的两个外，难道我水果别人的吗？这个啊，是阿妈煮给我的。是阿妈煮给你的、嗯？哦，今天是3月23。妹妹的生日，还要夸我，差点忘了。妹妹，嗯，你已结婚了，可以嫁人了，啊，恭喜恭喜！哎呀，哥，你是什么厉害呀？真是。伟兄啊，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啊？什么礼物？你等着。啊。妹妹。嗯。哥哥。妹妹。啊、你看。啊！神农本草经，哎呀！为兄托人到处搜寻，终于归来了这本古籍，恐是海内古本啦！真的、啊。妹妹，你知道吗？这本《神农本草经》是谁帮我买到的？谁呀？来。嗯。哎。妹妹。啊，哥哥，到底是谁呀？来，你来。嗯。来，坐下。啊。哥哥，到底是谁嘛？春郎。春郎？嗯，就是当年来岛上的那个春郎呀。我当时啊，我问人家是大熟人，我是不熟人呢。他的心中反而你呢。哦，哎，哥，你微信时带小妹啊，感谢他啊。哎，春郎来梅州，一晃一八年了，为兄生光光阴似箭呀。哎，小妹，嗯，当时你拉我去看鸟巢，恍惚是昨天的事呀。是啊，哥，早上啊，我又去看鸟巢了。哦，今年鸟巢做得高还是低呀、啊？比去年低多了。哎呀，恐怕今年遇大风灾了。哎，哥，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我们在树底下遇到的那个老师傅？怎么不记得？那个老师傅来无影去无踪，莫非是菩萨罗汉？这些年在梦中我老是遇见他，好想找到他。求他教我啊，预测风云。小妹，你那位乡亲产业宽平，已功德无量了，不要再奢望别的了。哥哥，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的那次海难？我们全村被大风大浪吞没了7条船，死了20多人，
记得记得，阿女的父亲就是在那次遇难地，翠奶奶伤心过度，当场就撒手死鬼了。不进去了，小姐，阿牛今天特地来接你做个生日的。哦，阿牛啊，阿哥送了我一本古意思，你要送我什么呢？有的。嗯？什么什么？哎哎，拿出来！哎，拿一把小竹，这也算是礼物呀。哎，这你就不懂了啊，小姐呀。家小姐女儿身份恰原来算得贫苦总相亲风沙官家与把心同居一道更啊连根奶奶生前多亏难救命，一一走马又伤心。借你采呀多辛苦，送把铁去谁的身？为难你，海边出了一件怪事，还所以耽搁了。哎，阿父啊，什么怪事啊？哎呀，在海滩上，
不知从哪里飘来一条小船，船上有一个老的，不知得了什么怪病，哦，全身懒糟糟的，真惨啊！啊啊！我去看看。哎哎，我也去，小七。哎，小七，哎呀，阿妈，莫娘，今天是你15岁的生日，要叫你迎接吉子里，好多亲戚都要来赴宴，你不要出去了。我还特地从城里请来陈老夫人过来为你梳头加结呢。阿香，哎，阿福，今天要把好大门，不要让小姐出去。知道了。阿女，哎，阿女，啊，今天要是小姐不见了，我找你要人。夫人，阿女要是吃醉了，我就管不住了。哎呀，快去快去快去！怎么了？哎呦，真惨呀！哎呀，真惨！哎呀，哎呀，真是！从哪里飘过来的？会不会从澎湖飘过来的？可能是被大风大浪冲到海滩来了。老人病的什么病？浑身怎么脆呀？哎呀，看他一身懒糟糟的，说不定是马蜂。小姐啊，哎呀，哎，小姐，快来快来，哎呀，你怎么爬到树上去了呀？哎，呀小姐啊，哎呀，小姐当心，哎呀，当心当心啊，哎呀，哎，阿牛，快来快来呀，哎呀，小姐，夫人叫我看好你，你怎么好跑呢？哎呀，阿牛啊，我们到海边看人家得了什么病，接点药就回来，不碍事的。阿牛中午怕吃不上酒了，要是喝不上，我也陪你。一言为定。嗯，好，来，快来。哎，当心啊！哎，拉我一把。啊，好。哎哎，当心。哎。哎呀，怎么？马蜂，快转转的呀！马蜂，飞到海里线去。你是来查化验车呀？真催。哎呀，这个好。推到海里去。哎，嗯，对对对，推到海里去。对对对，推到海里去。好的好的，好，来来来，你们几个跟我一起把他推到海里去。哎呀，好，来来来，一二三，不要推，不要推，哎呀，不要推，哎呀，那小七，你不要靠近，哎，他得了马蜂啊。哎呀，啊，不要靠近，我去看看。啊，好好，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把他带上我啊！大叔，不带上我，他会被早睡卷醉的。哎呀，卷醉就卷醉了，小姐来来来，哎呀，来来来，小姐快进来。不行，他会握着你。哎呀，握着也不能带上我，马蜂会传染的。大叔，现在啊，我还不能断定他是不是得了马蜂。不是马蜂也不能带上我，他要是带来什么瘟疫，会害了我们卷到底。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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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人来！哎呀，来来！哎呀，三叔公！哎呦，三叔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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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啊，请啊，请！哎哎，好好！哎呦，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快里面请！哎呀，哎，大家里面请啊！好好好，好好好，请！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哎，请请请！哎。
哎，阿红啊，哎，你赶快请大家坐好啊，快点，大家坐好。夫人到了，请客啊，请客。哎呦，哎呦，哎呦，老爷，陈夫人来了啊，陈夫人到了。哎呀，哎呀，陈夫人，哎呀，来来来，请请请。哎呀，陈夫人来了，陈夫人好啊。林大人，母亲啊，哎呀，好好，请坐，请坐，请坐。哎呀，哎，上茶。陈夫人坐。好。哎呀。陈夫人驾到，蓬荜生辉呀！哎呀，老身来迟了，来迟了！今天我请夫人过来为母娘梳头加节，能为母娘小姐梳头加节，真是老身三生有幸啊！阿香，拿过来。阿香，来。陈夫人，哎呀，这毕业中镶上红宝石。酸酸发光，林大人，你是从赤洞买来的？嗯，是的，这是我上次从波斯客上这里买来的宝石，请工匠特地为小女定做的。哎呀，林大人，你真心疼女儿啊！夫人，节事已到，请母娘出来举行节礼吧。阿香，快请小姐出来拜见各位亲朋。哎，啊，林大人，夫人。我这次啊来到美洲，与好几家大户通话甚密的。哦，是吗？嗯。陈夫人，让你操心了。哎呀，哪里哪里。老爷，夫人。哎呀，阿女，老爷，夫人啊，哎呀，小姐在海边要把我挽子举上来，被乡亲们挡住了。啊，什么玩意？哎呀，不知从哪里飘来一个马蜂病人啊！什么马蜂病人？马蜂病人是啊，不知从哪里飘来一只小船，船上躺着一位马蜂病人，浑身呕血啊！乡亲们怕被转身，把船推到海里，把瘟神送去，小姐偏偏要收留他呀！哎呀，那怎么死的你？哎呀，老爷啊！眼看要下大雨了，潮水越涨越高，小姐和乡亲们还在争论不休。老爷，你快出个剧团吧！哎呀，那我怎么办呢？哎呀，夫人，夫人，呀，真的呢。哎呀，小姐，哎呀，小姐，小姐你不能这样啊！小姐啊，大浪飘。在为人这通天降一文人，不能畏惧异乡客，出来打仗总乡亲。是啊是啊，他可能是绑物飘来的，让曹生给他送回去吧。是啊是啊，不行不行不行，哎呀，阿红送红在小姐，不是主子您尊，病人莫夸您好心，今天莫怪我残忍，收留下来是后根。是啊是啊，大家凭着心也愿，今日八戒降瘟神，茶水送来谁茶去，莫怨乡亲。小季你快委屈吧，小季快小季委屈吧，小季委屈吧。上天不用马蜂客，风云的别不虐尽，全小季夸洒水真是长草送温存。
天上乌云和滚滚，顷刻点水又雷鸣。你太委屈吧，委屈吧，老爷，老爷，老爷，夫人快，母娘，母娘，母娘，怎么回事啊？母娘，出了什么事了啊？哎呀，哎呀，大人啊，你要为全岛乡亲平安着想，不要让这个马蜂病人伤患呐，大人，求你了，大人。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好，母娘，快要下雨了，给我委屈啊！不，我不委屈。哎，母娘，母娘，一心举头随可归。什么都不用说了，跟我一起委屈。啊，阿爸，阿爸！孝子父母教临门，苍生疾苦记心间。见死杀不屈，枉多世俗几多年。倘若不让他让我，倘允儿让这小船被他飘向夫人。心就是我苦煎雷雨就要来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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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儿背他上岸，女儿就上船，载他到无人小屿上去救治。哎呀，母娘，母娘，你不能这样呀，母娘。林大人啊，你要为全岛百姓的安危着想啊，林大人。阿妈，母娘，天父女儿一人，女儿怎能坚持不屈呢？哎呀，小妹，小妹，阿爸阿妈，答应妹妹出去吧。两位大爷大嫂、大姑大娘们，你们发发慈悲吧，求求你们了，发发慈悲吧，求求你们了，大姑大嫂们，你们发发慈悲吧，求求你们了。
好吧，母娘，把他带到主卧去治疗吧。啊，你说爸，行啊，爸。哎呀，自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女母娘从小慈悲为怀，乐于居士无上，这次奋不顾身救治马蜂病人，你要保佑她不受挫折啊！哦，夫人，哎呀，夫人，那位外乡人服了母娘煮的汤药后，已经醒过来了。哎，都是你惯坏了女儿。哎。女儿居人即事，我们当父母的怎能袖手旁观呀？哎，你呀。母娘是啊，那外乡人生的是恶疮，不是马蜂。哦，即便是马蜂，住在我们居宅，死者无人，也不会传染开啊。要是母娘自己被传染，那要怎么办呢？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只怕天不长眼睛，要是母娘被传染，那就惨了。你快去把红衣儿叫来，不要让她睡在马蜂病人身边。是磨难心。